就是闻名遐迩，素有人间瑶池之美称的宝峰湖。那我们大家现在目力所及的地方呢，还不足整体的六分之一。那也就是说哈，还有六分之五的秀美景色等待着大家去欣赏。那刚刚我们是从游船的右手边七两亭码头上船来看一下哈，然后呢，我们绕湖一周，从大家的左边，我们待会儿从那里下船，副总。
那时候就是因为好不错，好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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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手机号码？QQQQ， 哎呀，我这 QQ 拿过来，忘记了。QQ， 如果你忘记了，留下来吧。留下来吧。带什么胶带的？我知道，我留下来吧，行不行？Not the bridge。对，我体验体验。好了，看完之后呢，接下来这里把相机都拿出来，因为这个景点里面取了很多名字，最后定下来一个名字叫做宝峰石绿。对，就在右边那里一个石柱子，怎么去看它哈？大家先不要拍，我们先看看完之后看到了，找到了位置再拍。从湖平面往上看2米的位置，然后你找到一个最光滑的地方，大家先下去。Ferry， 像不像人的脸？像的，像。而且跟人的脸真的是特别像。You read the Ferry of White， 对吧？公园公园皮囊，两个妹子谁是穿花衣？给又给自己。I am trying to take them without and then I don't have to pay. Yeah, take one up or anything. Okay, thank you.
一泪一拉索海拉索诺贝一拉绿酒一怒索拉索海浪